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城市还是这种文化气息比较浓郁吧，然后我觉得很多建筑都很漂亮。自己我们就是对之前就是在奥地利那边就是提前了一周左右就已经来到欧洲这边了，然后所以其实来到这边以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时差吧，然后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真正来到这儿，因为就代表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说更多的是来到这个新的场馆的一个适应和自己一个状态的调整吧。因为我们已经来欧洲一段时间了，所以时差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整体感觉还不错吧。我觉得整体还不错吧，然后整个场馆灯光包括球台，包括我觉得一系列都非常好吧，然后特别是挡板的颜色，我觉得主场地挡板的颜色也是自己喜欢的绿色吧。